新闻最后要来看的是一名妇人，因为怀疑着回收物被提走，竟然提出着尖刀恐吓被害人。警方到场好奇，将这妇人放下刀具，受害妇人惊受到惊吓，坚持要提告，专案是依上法办。刀放落来，刀放落来，到场处理的警方大声向妇人喊话，把尖刀放落来。根据警方指出，女性负责人甲被害人同款，拢是捡拾回收物品为生。两人曾经有闺蜜之缘，但是互相拢无熟识。为了回收物纠纷，双方起争执，手提起平常时用来挂回收纸箱仔的短刀，向被害人扑过，惊到被害人赶紧闪避，并且趁人旁敲电话报警求救。警方将他逮捕返回所之后，经过了解，两名老妇人因为之前就有发生过口角，那今天在路上遇到之后又发生口角，那其中嫌疑人就将刀子拿出来向另外被害人挥舞，那恐吓他，那还是呼吁民众遇有纠纷的时候还是可以报警请警方协助，避免因为一时的情绪而触犯法令。妇人人虽然是因为生气，想要甲对方吓惊，并无想要伤害对方的意思。被害人提出告诉，警方虽然同情，但是依法将女性妇人人依上法办。谢谢新闻，蔡碧彤，家己市采访。